解不开的结果，放下的留不住的。最近有看一下我查歌词。来，你麦克风先给我一下。犯了什么错？找了谁的魔？唱了这首歌，无奈还剩许多。快点吧。在回忆的王国，做寂寞的宝座，等时间来解脱。为什么如今你的微信不删？为什么当初说那个拉开了？话不算，既然都已经决定你吧，曾经的习惯还是留。破音了。今天你是幸福还是？快点，那明星嘞，快点！那个墨汁真的好可爱。口罩拿掉了，很热呢。啊，哎，怎么镜头还在照你呢？墨汁，快点了，手机拿开了，干嘛啦？不行啊，不是我唱歌。可以拿下来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那先停了。